日前有媒体拍到佟丽娅带着儿子和父亲现身某商圈，共享天伦之乐。当天一身黑色打扮，斜背一只超大妈咪包，露出美腿，十分养眼。起初，佟丽娅和儿子在购物中心的广场上玩耍，还拿出手机来拍摄儿子走路的画面，满眼母爱的光芒。随后，佟丽娅进入购物中心为儿子选购衣服，出来时，佟丽娅蹲在电梯间，把儿子放在腿上换纸尿裤，动作快速娴熟。最后三人还到了餐厅吃饭，度过愉快的一天。佟丽娅就是公认大美人，特别是她的古装造型，用惊为天人来形容也不为过。翩若惊鸿，宛若游龙，五官精致的佟丽娅回眸魅惑的一笑，可谓是颠倒众生了哦。佟丽娅在陈思诚面前，佟丽娅是完全不自信了，爱的卑微才助长了陈思诚屡屡出轨的胆识。为了爱情，她成了一个卑微的女人。参加活动也好，机场秀也好，我们看到了丫丫都不及其他女星光彩夺人，永远是朴素大方，衣服款式很大众，搭配随意，属于天生丽质却疏于修饰的姑娘。